就是这个地价交财会，然后，最高规月这个每个，本基金会有一个计划啦，有一个计划就是讲，大概基金会一年啊，会预算有一亿啦，分三组，一组是教育，一组是文化。还有一组是社会，所以嘛，大约每一组的预算啊，大概每年有3000万。今仔是对教育这方面，这个头一次有一个决定，有一个要踏出头一的一步了。第一步，我们刚刚该开始了啊。这个筹备已经是差不多半年以上，但是这个，因为我们以往没有做过这种事，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进展慢一点，所以今天呢，就是第一次，这个，我们有三组，一组是这个，教育，一组是文化，一组是社会。今天是这个教育组第一次有一个决定，有一个开始。那请这个媒体各位呢，也需要经过媒体给大家晓得，新台湾和平基金会有这样一个计划，那需要。基金会的这次的奖励板块的人啊，多踊跃啊，来申请来参加啊，然后才我们能够得到我们这个本来的一个目的啊。那么这个详细的由张远健先生给大家说明一下。啊，多当时定好啊，以及。各位媒体朋友，刚刚都董事长已经说明哈，新台湾和平基金会分成三组，有教育组、文化组跟社会组。文化组在上个月哈已经举办历史小说的一个征奖的记者会。那教育组呢，今天。来举办这记者会，它的内容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台湾研究的博硕士论文的讲座，以及对清寒学生的讲座。台湾研究硕博士论文主要对象是在大学研究所里面专读文史法政社经，就是。文学、历史、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可以说是台湾最主要的研究领域的硕士班、博士班，能够拿到学位之后，向本基金会来申请。博士班是博士论文是7万元，硕士论文是4万块，在当前呢，应该是属于高的研究。讲出来，那期限是在去年2013年1月拿到学位，一直到今年2014年7月底拿到学位的学生呢。那申请是从8月1号到8月31号，那之后我们会成立一个审查委员会来审查，通过的话呢，就拿到这样的奖助哎。那博士论文大概有8名，硕士论文有15名，有15名。那规定呢、啊，我们都会将这样的消息寄送到各大学里面的相关研究所，而且我们在网络上也会登载这项消息，让拿到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的学生可以依照我们规定来申请。这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清谈讲住，那清谈讲住的对象大概有它规定的，也是大学生为主，大学生为主。那主要的，主要是说在，乡镇区公所有清谈证明，县市政府有列举的中低收入户以及特殊境遇的家庭子女，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说忽然间如果发生重大变故，也是经济困难，提出相关证明者，因为这方面呢、啊，可能更需要来补助，因为在县市政府列入清寒的，大部分每个月都有他的一些补助，但是呢，忽然间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这些补助可能相当困难，所以本基金会呢是基于这样，所以如果能够有重大变故或经济困难提出相关证明者，我们优先来采纳。那有50名，每名呢每年是10万元，那10万元也是目前呢相当高的一个补助，那这样的补助呢，当然希望能够有很多的缴交的文件来做证明，那我们也会经过审查来发表。那这些我想在规定里面都有哈，都有。那以上是在段目前呢，也是从8月1号到8月31号来申请的。那以上这两项呢，其实是新台湾和平基金会教育组刚刚启动的了，啊，他都多少人要共轨哈，共起来是有3000班呐，3000班当用哈，啊，起码要来省的600班呐，80班，所以要足侪钱啦哈，啊，足侪钱当用，啊，足侪钱当用，起码这多开始了哈，啊，所以特别推动讲，特别对王祖民啊，不对，对海边诶国民小学、中学，啊，不对山地的国民中学。啊，无国民小学嘛，啊，遮可能愈侪爱咱班长的所在，所以今仔日记者会当中第一遍哈、哦，第一遍会当推出讲对这博硕这论文以及清谈学生啊，但是清谈学生以大学生为主啦，啊，从进一步会推动讲高中、哦、国中啊，无讲小学嘛，遮个方面，遮学生哦，啊，以及其他方面啦，我也有计划讲应该爱推算哈，遮、哦、学生哦。或者在伫企业伫机关内，即做摊开人送去外国来读册吼，啊，读册当然怎会当来当台湾了服务台湾吼，为台湾来拍拼。所以即个是会当讲第一遍啦吼，第一遍阮陆续会推动。啊，当然阮也足感谢讲郭先生吼，长期来支持遮个计划吼，因为支持计划，我想郭先生伊顶边的记者会也讲过啦，伊提出1亿吼。一钱吼，啊，来做这个代志的，啊，只要做这个代志内底，啊，教育组会当3000万来做，啊，3000万来做，就讲会当推动这个事，会当促成讲台湾吼，这个研究也好，啊，不前行也先也好，会当讲受这补助了的事，会当互因，如果会当完成因家己的希望吼，啊，达成讲的愿望，啊，对台湾社会会当回馈的。所以都是呢，当中啊，这种用心吼，我来做感谢吼，啊，所以阮叫第一遍。而且记者会来提出这方面来啦，不是讲这就提，这来开始啊，不是结束了哈。我用多少来提出呢？做以上来报告的，啊来当了哈，咱是不是请迄、那个啊张国荣哈，伊也是教育组内底的委员哦，来淡薄啊讲些话出来。安署长啊，主持人啊，李先生、李委员。以及咱今仔日在座的记者啊，先生、小姐啊，今仔日第一遍来发表啊，这个和平基金会准备要针对你台湾读研究所啊，用博士甲硕士的论文啊来给因奖学金，并且嘛啊推出这个清函哦。咱了解啊，今仔日你台湾中下阶层的人吼，因、哦、为子弟去读书，差不多都爱靠家己啊。那么知影讲，学校拢设在大都市的嘛，大都市的生活费嘛足贵。
我较早你代代教书的时阵，其实有真深入。你观察讲，真侪囡仔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伊爱用真侪时间你烦恼伊家己的生活。咱知影讲，即个台湾即款公部门啊，原来有伫补助学生，但是迄拢爱透过伊个教授个研究计划，则有法度替伊申请助学金啦，吼，也是啊，即个啊研究助理等等个一寡津贴。相对个，你文史文化社经法经。这方面的学生，伊受到公部门照顾的机会相对会较真少，所以啊，郭先生有法度提出一个新的教授啊，予这部门这部分的学生，至少伊伫求学这中间啊，会用喘一个气，啊嘛免甲所有的伊的经历，拢啊为着伊家己三顿点遐啊。用足侪时间，啊，这个啊，博士论文也是硕士论文的奖学金吼，我拄啊啊，真详细看啊，这个审查的办法，我嘛真希望讲有法度，予咱即挂博士论文优秀的即挂著作者，予因奖励。我较希望就是讲，即挂优秀的著作者，莫像就今仔日大部分的研究生，其实毕业了后，伊的学、伊的教育的这个阶段就结束，伊真可能就开始转行，啊，佮去做别行、找别行的工作，因为台湾确确实实要针对伊个人的专长，佮继续啊去做研究是啊，其实是较困难。啊！但是咱嘛真希望即挂人，伊有迄个用心，想讲要阁继续针对伊受到奖励的即个研究的科目，你台湾阁继续啊，有法度拍拼。所以咱即个审查的方式的第二条啊，哈，第二条就是啊来，审查的标准哈，审查的标准的第二条就是研究的啊严谨甲伊的完整性。我是希望讲伊个严谨，啊，甲伊个后续性，嘛，足希望讲伊毕业了后有法度针对伊讲一寡啊啊，看出伊将来继续啊，伫伊即个专长内底阁继续去努力，伊个后续性甲伊个完整性啊，我啊简单做一个建议啊，我把这个麦克风交予咱个主持人，教育组啊，小丹咱个委员啊，邓先生来，多谢。我当时就还有林道学的林书仪啊，张教授啊，我姓郑啊，郑其耀，对，还要想，我是企业界人，啊，企业界人摆这么大有威望，有啥物意义呢？好好为在座的几家信息了解。我个人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家己个人的是责任感的。什么责任感呢？各位知影，这阵现在社会，是 global marriage， 第一 global marriage 加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中国的环境之下，台湾主张。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伊结束的以前，伫个台湾的住民，因所有的诉求，为着生活是要安怎经过好势，一直到现在的变化。现在贫富差距真大，那么教育虽然是大家让共同来享受。但是教育要安怎创个好势，我相信真多，所以做人会感觉讲，这个社会国家要好，
根本就是伫教育。那么我伫遮要注意，要注意啥？就是讲，伫奖励遮学生，以及要奖学金要安怎，互伊要安怎，要找一寡，要奖励一寡，会当，把咱研究出来，生活方式要安怎才会较轻松？就是讲，要安怎唔好去甲人拍啊，做安尼出社会了后，都爱艰苦啊安尼，老费老弟，安尼咧讲竞争，会当用蓝海政策，要安怎绕过较轻松呢？这就是讲，有啥物款 innovation 甲 creative。所以未来要奖励的这些学生，是要找出咱最最的聪明的囡仔，会替咱研究出一条真好的路线。所以对吧？张教授来讲，所谓的谨慎哦，谨慎是要按照谨慎的方式。啊，谨慎，讲谨慎到讲，自古早教咱的，咱自遐拢无消化。无新的创作，这款的谨慎都无受欢迎，是要突破，要突破比较好的。所以咱这边这教育一种的可能，我要去影响个，伫个选择上也不赶快。大家普遍拢了解什么叫做蓝海政策，啊，我估计这内底范围。有文书，也有经济，也有政治，有侪侪滴。我拄仔讲的是朝向经济发展的方向来咧甲诸位报告。啊，若要用政治来讲，理论上来讲，干那咧研究台湾的安全，美国咧甲咱讲，这拢是教育方面。美国咧甲咱讲，这个台湾关系法35周年纪念，啊，35周年纪念，可能重新，啊，国务院那边啊重新强调讲，这对台湾有保障。但是来研究，那真严谨，安尼，这35年前的代志发生到现在，安尼，家己自我安慰讲，安尼台湾真安全啊。我想，我这款研究一定有错误，伊忽略的。也忽略去这个35年经济中间所发生的，比如讲，就是八一三，上海公报到底存在不存在？啊，伊要怎解读？这两个之间的冲突又在哪里？所以每一个当局，这个。自治经济，自治研究的发展过程，要按照解读，诸如这一类的研究报告，乃至于影响到当局做决策的人，以及变成行动的过程中，变难转。所以，学问的自治创造并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所以，研究的方向，乃至于对我们的自己的安危，也相当的重要。我简单是有点抽象，啊，让各位做参考。谢谢各位。这个制作这个具体哈，我大概已经有甲各位说明啦。啊，我想哦，讲这个基金会背景，正做就是。新闻召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了的，对吧？我今晚过总括一遍啊，就是讲，我已经88岁的，真的太老了。在这个人间大概个3年5年吧，所以呢，我在想，我怎么能够在最后回馈到我们这个台湾的社会？所以我呢。把我的财产的一半，这个给我的这个太太、儿子他们的继承呢、另外一半，
我想回馈社会，这个就是这个基金会的背景。那么这个金额大概是1亿美金，那么1亿美金呢，一年的利息大概有300万到400万美金，就是符合我们台湾台币大概1亿。所以这个因为是信托，用信托的办法呢，所以这个并不是说3年5年就完了，这个可以说是10年20年甚至于50年都可以继续下去，这个是这个基金会的特点。那么这个刚刚陈翔今天的这个具体那个有说明了，然后我们要再想个什么呢？想的就是不是说这个富裕的这个城市的子弟呀、啊，就是我们的边缘的，比如说海边的或者山上的啊，小学的学生呢、啊，这个我们呢全这个不是这个这全台湾的啊，我们在帮忙这些年这个清寒的这个小学的学生。那么这个呢规模就大了啊，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发表的这个大概还不到200万呢 啊，那么这个基金会的文化组的啊这个预算大概有3000万，如果这个从全国的这个边缘的学校的学生清寒的学生如果全部要帮忙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这个最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刚刚我讲的一个就是大概这个一年的这个经费大概是基金会是1亿，那么文化部教育部的是3000万。那么这个呢并不是说普通的这个基金会是人家捐了钱啊，这个做一些事，但是这个基金会的特点就是呢，它的这个来源是以1亿美金的这个信托，那么1亿美金的信托就是大概我们的30亿呢，30亿就一年大概有1亿的这个台币。以这个1亿的台币来做这些事情，回馈社会。所以这个基金会呢，可以说10年、20年，甚至于50年就可以继续下去。这个基金会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那我们现在慢慢一个一步一步啊，这个实现我们那个本来的目的。这个就是最后我的这个说明这个基金会的背景，也希望这个我们媒体的朋友，让我们的这个社会需要帮忙的人能够晓得有这样一个基金会，有这样一个帮忙的机构，有需要的人呢。积极向我们这个申请，我们也很乐意的积极的帮这些人的忙，这个是我们基金会的这存在的目的。我再追加一下啊，我个人也是这个基金会啊的董事会的一员啊。那么这个基金会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是曾经也当过日本内阁的经济顾问，其实现在也是野村日本最大的证券会那个研究基金最高经济顾问那个Richard Ku 啊，吴昌明先生也是本会的董事之一，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个建构是非常的健全，所以以前刚才。吴董事长特别介绍这个基金会的作业的方式，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以上补充，好。
了解一下。谢谢，我来补充一下，因为我实在多钱实在足多啊，所以这边这个、新台湾和平基金会想来做回馈台湾的慷慨啊，所以我当来做这个教育组的召集，我感觉足荣幸的，因为郭先生真是一公贵位的。因为爸爸是孤险的哈，郭先生先生，我当时长足细汉时，捌甲讲一句话啦，讲我的钱拢对台湾人赚的哈，赚来的哈，我的钱从台湾人手中赚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回馈台湾哈，啊，无的是感觉赚这钱无意思，所以郭先生。伊就甲因爸爸讲迄句话，记在心内底哈，记在心里面记了很久了哈。一直认为说他有朝一日呢，一定要回馈台湾。所以即马提出伊的财产一半啊，作为这信托，哎，每一年有1亿的台币啊的一个信托，可以得到1亿台币的一个利润的。啊，所以永嘉来做讲助台湾哈啊一些工作啊。所以我感觉伊是感觉讲，迄钱拢是对台湾人来，啊，所以应该恨台湾人诶。啊，这种心理、这种诶想法哦，阿祥，我足感动啦。啊，所以这边来提出种一个诶代表，我想伫台湾足侪人足有钱足侪啦，啊，但愿意提钱出来，人侪足少啦吼。啊，有人啊无爱提出来吼，讲我提钱就无爱。啊，多谢这方面是足慷慨吼。啊！伊也想讲为台湾来做代志，啊，所以提出来了，分做三组，文化组、教育组和社会组。啊，文化组就是顶个月就讲到历史小说奖啊，120万，这是台湾相关的奖金啊。啊，即马教育组即马推出，这是当然是台湾相关的啦。吼，如果恁比较啥，这金额吼，虽然我看下无啊，这还是足高的。啊，这才总共两个才加起来的616万啊，而且还不够了，所以我啊想讲在推动啊，那多钱的情况也多哦，那应该补助哈一些哈政府没有办法补助到的地方的学生呐，啊，所以渔民海边的掠鱼的，有海边台湾哦，你讲分离啊，或中华或嘉义或宝地啦，啊，或讲台南，你海边做山的哈，啊，无山顶就是原住民嘛，用竹山用啊。啊，不，离岛地区啊，就善用哦，啊，这应该作为讲助的对象。啊，所以我们第二梯次给推动这些讲助哦，因为这是咱台湾社会它不管教导所在哦。啊，所以多钱一想法就是一点啦，就是讲咱有钱哦，啊，但伊要回馈台湾，啊，所以回馈的是啊，足侪人会当来补助，但安尼来补助中影响需要的，啊，是为补助的对象的，啊，所以。但现在青蓝奖学金有这些设想，而且受博士论文这些学纲，因为台湾研究一定也要走了，啊，所以变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科几乎都在里面了，啊，文史社经啊法政，差不多包括啊，接着我们爱有些创新，而且以台湾主体的论述来写论文的，哎，那当中建立台湾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政治、自己的法律等等的。啊，这也是高兴的，会当讲哦，对世啊，然后到即马一心做追求的物啊啦，一追求咯，在台湾啊变成一个美丽国家吼，啊，台湾变成一个美丽社会，啊，这是就是爱足侪人啊，对台湾这文史社经啊，法政啊，有论述才会使，啊，这当然哎，叫我讲硕士班、博士班的学生以这个做主题来做研究吼，啊，所以我感觉是，我唔在高兴接受的过程内底吼，我感觉因人行足。可能令人敬佩的，即系讲吼，伊对少年时代伫日本，啊到今台湾，无啥物改变吼，拢相共，以台湾吼，诶思考吼，啊台湾变成一个美丽国家，好即个，啊第二，伊也足慷慨啦，足慷慨讲，我有下当是伊就提钱出来补助来赞助，啊这两项是也是伫台湾即个目前来看是足少人会当个做得到啦。啊，所以我这边可以哦来指点讲来做这个教育做教职员，我感觉讲应该爱加这方面哈，去多些想法。
三千万台用不掉了，三千万台在设计说安怎来做，啊，但三千万台当然用不掉，因为我想多少钱也足欢喜啊，用不掉我就也无欢喜了，啊，所以用不掉，啊，安怎设计讲安怎来赞助啊补助的，啊，所以我那小张有送人去出国嘛，哦，这次我哋送人去读迄个博士班哦，博士论文哦，诶，我以后会用哦。啊，我们其他有做些活动啦，吼，啊，拢在设计这方面做，培养人才啦，为台湾培养人才，啊，为台湾吼，会当照顾吼，应该爱照顾人，这是足重要一个，吼，一个看法啦，啊，这是第一步啊，吼，第一步啊，所以应该我很多想啊，加三千万用不掉，哎，是到时候我就会做买一个，我哎，这符合你的想法，符合你的理想啦，我想我印象补充一下。谢兄，刚才张教授，张召集人，各位，他是没有领策马费，没有领薪水的，哦，大家也是跟着董事长的这种精神在做奉献，而这个任务呢是相当花精神，相当花精神，所以我站在教育委员会的议员，非常感佩，张教授张召集人。其实有一点我要再补充的就是说，这些钱啊，不是顾宽民先生的爸爸留给他的，是他自己赚的，不要忘记，不是他爸爸留下来的不动产，说让他在现在很多不动产涨价，他可以赚那些钱，不是的，他早年也是没有办法留在台湾，留在台湾在台大的话要宪兵队要找他的，所以他到香港到上海的往东京出去，当年的东京大学是跟台大一样，你选上去考取的话，你在台大读到东大读是平等的，都可以的，一国啊，那个年代，所以这个钱不是爸爸留给他的，是他自己赚的，就因为我们长久都是好朋友，所以非常的了解啊，也让各位了解，谢谢各位。